你妈长这样吗？我给你做个美颜神器，找个纸盒子切开，拿个纸板框，粘上透明胶带，塞在这里。快递箱里找个泡沫片，随便挖出点形状，塞在另一边，涂上颜色，用彩色笔爽身粉油做成自制粉底和眼影，倒在挖空处，泡沫再做个粉扑，放入棉签和彩色笔。哇塞！打开手机闪光灯，盖张白纸，轻松就能画好啦。真的像在画眼影和腮红哎，给我的娃娃也画个。哎呀，这不是妈妈的口红吗？是啊。咋办？没事，这口红都用了半年了，我刚给你买了新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妈妈送你的，不生气的妈妈最漂亮了。